第一时间观时事解决事。大家好，我是远山，很高兴跟大家见面了。今天要跟大家谈的第一个话题啊，是关于中国疫情的一则新闻。据央视网报道，中国国家卫健委疾控局副局长雷正龙5号宣布，目前中国的整体疫情趋缓，但还有部分地区出现新的群聚。在坚持动态清零方针的前提下，各地必须要做到九不准，同时确保防疫和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个所谓的九不准啊，也就是不准随意将限制出行的范围由中高风险地区扩大到其他地区，不准对来自低风险地区的人员采取强制劝返、隔离等限制措施，不准随意延长中高风险地区及封控区、管控区的管控时间，不准随意扩大采取隔离管控措施的风险人员范围，同时不准随意延长风险人员的隔离和健康监测时间，不准随意以疫情防控为由拒绝为极危重症和需要规律性诊疗等患者提供医疗服务，不准对符合条件返乡离校的高校学生采取隔离等措施，不准随意设置防疫检查点，限制符合条件的客货车司乘人员通行，不准随意关闭低风险地区保障正常生活的场所。资深媒体人、自媒体世界的十字路口主持人唐浩则对看中国表示，这次中国卫健委发布九不准，实质上就是九甩锅。他进一步指出，中共中央发现强硬推行动态清零的后果，重创了民生经济和外资企业的信心，而清零衍生的次生灾害和官僚主义所造成的许多人民伤亡，已在国内外继续强烈的反弹与民怨，对北京领导人的二十大连任带来了相当的风险。唐浩说，因此现在中央发出的九不准，表面上是要亡羊补牢，纠正各地方官员的政策执行过激过当，但实质上是中央要把重创经济和次生灾害的政治责任甩锅转嫁到各地方政府和基层官员，维护党中央的伪光正的形象，清零一切不利于二十大胜利的负面因素。好，我首先唤起大家记忆，中共什么时候第一次大甩锅呢？就在5月30号，上海市在官方新闻发布会及官方通报文件上都未提及解封两字，还要求啊媒体要注意把握好口径，在报道时不得使用解封等说法，更将居委会的恶行撇得是一干二净。接着不到一个礼拜，中共又是第二次大甩锅了，那也就是这个6月5号发布的由中国卫健委发布的九不准。然而呢，我发现啊，中共还有一个小甩锅，那就是中共多地近期动态调整低风险地区人员的流动的防疫要求，在某些情况下将不再要求检查核酸阴性证明。大家看看，这就是典型的集权专制政府，打死你后才轻描淡写的说之后不打死你，显然不把人命当回事。中共会赔偿民众这些日子的死伤吗？还不如做梦比较实际。当然不是做中国梦了，因为中国经济发展了，老百姓反而看不起病了，国家强大了，可是老百姓被中共欺侮的无处伸冤。人尽皆知啊，是习近平坚持要推动清零政策，还不惜出动军警，结果下面的人当然要照着做啊，不然等着被拔关或射杀吗？如今中共先后两次大甩锅，摆明是说谎与否定政策效果，这其实就是在打习近平的脸，只不过没人敢说出来而已。我强调，清零是永无尽头，中共乱搞已经引爆民怨沸腾，甚至挺身反抗了，所以中央当然得开始卸磨杀驴啊。那谁是驴呢？就是那些地方政府官员和帮中共做事的那些人，虽然他们得了点好处，但是忙得要死要活，还被民众呛声，最终却被中央推责，甚至将来可能会被清算，你说他们可怜吗？那么那些受害的老百姓难道不可怜吗？其实这就是啊所谓的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好，刚才讲的是第一个话题，接下来要谈的是关于好莱坞电影的新闻。据中央社6号
综合外媒报道，北美院线联盟通报，动作剧情片《捍卫战士：独行侠》（Top Gun: Maverick） 连续第二个周末于北美飙出好成绩，估计进账8600万美元。这部让影迷苦等多年的续集片，成为了每家票房有史以来上映后第二个周末收入最高的10家大片之一。《捍卫战士：独行侠》上映10天的全球总票房已经高达了 5.48 亿美元，也是好莱坞走出新冠大流行黑暗时代的最新的一个迹象。更惊人的是，《捍卫战士：独行侠》已经成为男主角阿汤哥，也就是 Tom Cruise 在北美票房第一高的作品了，超越了他2005年的《世界大战》（World of the Worlds） 所创下的 2.43 亿美元的记录。值得一提的是啊，2019年中国腾讯曾经签署协议，参加投资这部续集电影，并希望票房大卖。然而呢，这部续集电影最终未获得腾讯的任何资金。有知情人士就透露了，腾讯高层啊是担心会引发中共高层的震怒，因此退出。他还说，随着美中关系每况愈下，与亲美情节产生连接，会造成负面影响。因此，《捍卫战士：独行侠》从一部曾经象征中共和好莱坞关系不断加深的电影，现在变成了反映中美之间更广泛紧张关系的最新例证。好，首先说说啊，我为何提到这部电影，是因为1986年首集《捍卫战士》中，汤姆·克鲁斯身穿的外套上绣着中华民国、日本、美国的国旗和联合国的旗帜，而续集的预告片中的中华民国和日本国旗却不见了，所以说在当时是曾经引起轩然大波。不过呢，正式上映时，青天白日满地红于片中再现，这次罕见的大转弯迄今未获解释。美国的彭博社对此分析说，好莱坞过去屈服于中共审查机关的压力，移除可能冒犯中共的画面与对话，但是捍卫战士独行侠放回中华民国国旗的决定显示，至少有一些好莱坞高层在面对中共审查时可能选择改变做法。前电影界的主管芬顿 Chris Fenton 这个人啊，他曾经撰写过一本书，书名就叫《卫龙、好莱坞、 NBA 和媒体面临的万亿美元难题》，英语书名叫 Feeding the Dragon Inside the Trinidad Dilemma Facing Hollywood, the NBA and American Business。这位芬顿就表示，好莱坞正在反制，这个市场不再值得为了去讨好中共的审查人员而自找麻烦。我觉得芬顿的话是说得不错啊，真是如此。据我观察呢，亲共的下场一般都不太好，以下例子供大家参考。比如中共的一带一路让那些国家掉进债务陷阱，有的甚至被迫出让领土控制权。还有中华民国外交部长吴钊燮2019年接受台媒专访时透露，过去与台湾断交的几个前友邦有不少都面临一无所有的困境。再来，国民党亲共丧失台湾民心，连败两次总统大选，我预言啊2024年他还会续败。最近的例子则是俄罗斯，在中共背后相挺之下，俄罗斯今年2月出兵攻打乌克兰，结果引爆了全球怒火，全球都在对俄罗斯进行制裁，俄军也是虽有斩获，但是损失惨重，入不敷出，深陷泥淖，连普京自己都疑似身患重病。另外，中东欧则逐渐意识到中共威胁，在重要智库全球安全公布的2022年全球安全趋势调查报告中，认为中共政府威胁自身认同与价值的前三个国家是捷克、立陶宛和波兰，三个都是中东欧的国家。一名捷克焦点团体参与者直言，中共绝对是世界最危险的国家。最后，我认为抗共经济已经在全球开始火热了。我举一些例子，小至 YouTube 网红用抗共题材赚钱，中至捍卫战士2抗共而票房亮眼，大至澳洲抗共后经济更加强劲。所以从种种迹象可以得出结论，如果今天真的要大家像捍卫战士一样选边站的话，那就不言而喻了。我做个总结啊，我在节目中提到中共推出防疫9不准，
其实呢是再一次的大甩锅，中国人民借此可以看清楚中共的嘴脸了。再来，我还讲到好莱坞电影《捍卫战士》《独行侠》全球热卖，显示不屈服中共依然可以大丰收，值得大家深思。好，今天就说到这儿，恳请各位订阅、分享和点赞，您的支持就是我做好节目的最大动力，也欢迎您在下方给我们留言发表高见，我们下次再见。